在直播间初次相遇，让我最难忘的是你的微笑。当它绽放在你的脸上，我仿佛感受到了一阵春风，暖融融的，把我的心都融化了。我常常怀疑自己，明明条件不差，为什么偏偏就没有另一半呢？我想，是因为我太小心、太谨慎，不敢去爱。我将自己的感情包装起来了，不让别人发现所谓的矜持与害怕，选择等待，选择放弃，选择错过。没有一个人一生只谈恋爱而不做其他的事情，也许就在你转身的时候，他就离开了你。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照顾你，爱抚你，平平淡淡的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我希望睡觉前最后看到的人就是你。今年过年我就带你去见我的妈妈。火锅之城，美丽重庆，欢迎你，要不要的吗？